那我们再来就是要看一下 KEMA， 不只是 KEMA， 因为它融入了很多的云端服务。好，包括我们刚刚其实你在找这里，你看这里，其实我们不是有更多吗？更多里面上面这边是它所提供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下面这里还有下面这边？好，所以请问可不可以插入 YouTube 的影片？要不要一定把 YouTube 影片下载才可以？当然不用啊，哪有人家那么麻烦的，来这里点下去使用，直接找，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有没有自己找自己的？点一下，影片就进来啦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好，所以老师，您简报里面要放影片干嘛？那么辛苦，还要把它下载下来，再丢进去，那是只有 PowerPoint 才会干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现在云端时代，你就轻松一点啦、啊，就这样就解决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，我们回头，如果老师有用过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就把你放在外面了？你如果觉得哎不用了，没关系，你就先收起来，有没有？有个叉叉，点到它有个叉叉。好，当然有几个基本的是不行的、啊，好。好，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、哦、更多里面，老师有想过你要产生 QR code 吧？干嘛还要去外面找？把网址给人家就好了，点到这里复制了，直接贴上去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又太快了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很认真的把这个网址选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进到我们刚刚这里，更多不是有 QR code， 就把它贴在这里产生 QR code， 就这样，有没有？它就产生好了，这样可以接受哈，嗯，好，这个我先关掉。那么当然还有什么角色啦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个画画的，可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一个。就是这一个，好，你如果比如说什么 Google 地图啦，然后一些表情符号啊，这些您可以参考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其实是很著名的西西里免费徒步，所以你也不用去这两个网站找，直接点一下，有没有徒步就进来了，直接打关键字，他们支援中文。不是只有图片哦，连影片都有哦，好，连影片都有，所以您可以直接找到的就把它点一下，就进来了。好，那赶快回归到正题，我的这个 Bitmoji 点下去，现在是还没有连结的状态。好，那我给你看一下，如果有连结的状态，哎，这一个，我看这边。嗯，现在呢，我回到我这边，那我来加入一个 ，OK， 给我自己一个范本。好了，你看我的 emoji， 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你们都没有感觉到，最近这两年很多人的头都变了，都变卡通的 啊不然就是变3D 立体的啊，都不好意思放照片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因为卡通的都不会变老啊，所以如果老师点下去，有没有个人专属的图库？你会发现都是同一个角色啊，你没有感觉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就很适合吃这个、啊。哎，跟老师讲，你可以自装呢，这个服装是可以改变的呢，穿久了不满意可以改哦。哎，那当然，你如果要把它整合在我们的 Kema 里面，它要装两个 app， 那个 app。好，但是呢，我现在都叫大家不要那么麻烦，直接去它的官方网站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进去哈，来在这边，到这里有没有一个连结？这个是我的文章，好，教学的文章。你也可以先点开我的文章，没关系，好，点开，
好，你看这些有没有都是不同服装，可是应该还是跟这个一样嘛。你可以自己设计啦，好，那么我们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你会看到有没有手机的版本，也有浏览器的扩充工具的版本，看老师自己，你想要在手机上装也可以，想要在网页上用也可以，都没关系。这样，好，那我先用网页的好不好？我在网页注册就好，待会呢搭配我们的浏览器的扩充工具就好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网址打开。那我麻烦老师呢，您就按这个前往我的账户来这边注册一下账号。这完成之后，应该会跟我一样看到这样的画面。那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扮家家酒一样，你自己选你要当男生还是当女生。好，如果我要当女生的，点进去先选择你的肤色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现在在准备好看你要哪一种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往后退，发型你要哪一种，自己决定。你看，还够玩呢，哇，有没有很多？所以你知道现在发廊也是这样做啊，自己挑你喜欢的造型，满意了我再做。好，然后再来什么？这个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护发？哦，连护发都加进来了。我比较少用女生的啦。好。然后你再挑看看你要哪一种的，后面还有啊，你看眼睛的感觉，所以如果你要跟自己越像的，当然你就自己挑嘛。那睫毛要不要戴一下啦？眼睛的大小要大一点小一点，连眼睛的间距都可以调呢，有没有？这两个比较开一点的，哎，瞳孔颜色也可以换呢，像我的就是这一种的。有没有感觉到你可以设定的真的很多？好，各位老师，你就认真一点，一路给他过关斩将哦。但是我怕你到四点还没有结束了。不要太认真哦，后面不满意可以改变哦。你看鼻子要挺一点，还是要扁一点？那你的下巴要尖一点，还是要宽一点？嘴型也可以变哦。耳朵，哎，它还有那个穿耳洞哦。哎，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哈、哦。好啊，如果你觉得年纪够大了，可以加上法令纹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呢，你已经过关斩将，决定好你的最重要的五官之后，就开始是身材跟什么，跟衣服咯。所以你自己决定哈、哦，看你的身材要好啊歹，这个中年大婶怎么样？没有关系，哎、欸，连这个都有，你看胸围好不好？眼线、眼影，要不要戴个眼镜？要不要戴个帽子？哎，衣架，哇，你看有这么多。好，来一个这个，再加上衣服。事实上，这里也有赞助的哦。哦，所以比如说你会看到什么 Levi's 啊那一种比较特殊的啊、哦，你看里面衣服就换了，有没有？裤子也可以换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里面的。好，鞋子当然也可以换哦，所以就看你要哪一个。最后还有一件外套。好，所以各位动作快哦，等你做好了，未来你就可以把你的做一个右上角有一个储存，存好之后就会放到你的衣柜里面来。那你不满意可以再换。哦，不满意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再把这件衣服重新改装一下，那你的图就会又重新产生哈、哦。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做一个储存。现在大家造型设计好了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你还要更换，你可以就是
按一下更换服装，那又从头开始。可是重点是你看你的衣柜有没有已经有一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再改然后再储存，就会变成第二套、第三套、第四套。那重点是你做好一个造型之后，它就帮你产生上百个以上的这些图案。那要怎么去用？来，我们试看看。你看，你这有刚刚那个页面，我们现在用的不要装 App， 对不对？我用浏览器的扩充工具，好，就在这里。你把它点开，好，加到 Chrome 里面。这个时候你待会注意一下，在右上角有没有多出一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多出一颗之后呢？因为预设，如果你关掉它的时候，它会收起来，有没有不见了？你把它点进去，有没有一个图钉？这样子我们待会要用比较方便，好，所以你把它钉在外面，哎，钉在外面。现在呢，你装完了之后，有没有要你登录你的账号？所以我刚刚的信箱加上我刚刚的密码，所以我才说你的密码你要自己记得哦。登录，好的，这样就好了，真的吗？按下去。有没有根据这个造型产生一头拉骨的跑出来的？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只做一个就产生那么多个，所以你应该知道早安的话要怎么样打早安，有没有早安图？它支援中文，好，当然，哎、欸，所以你可以找，也可以找这里，有没有？哦，这里有没有不同的？有很多了哈。所以你知道要怎么用的吗？找回你的简报，这个我先拿掉。来这里，耶！你看有没有进来了？有没有去背？而且我可以确定，这绝对是你个人专属的，没有人跟你一样。这样好不好用？简单，好，而且呢？你又不会跟别人相同，所以最重要就是你按装装了之后要登录，好，登录，那你可以用中文或者是其他的去找都没关系。好，那请问这个可不可以用在 PowerPoint 里面？如果你要用到 PowerPoint， 请在上面按右键，有没有个另存或复制？复制，你就把你的 PowerPoint 打开，就可以把它贴上，这样会了哦。重点是都是去备好的，所以如果你在手机上有用，其实它也会整合到你的输入法里面去，所以实际上也可以用。好，当然在手机上用，我是发现它在手机上就没有去备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，或者是在 PowerPoint 里面，你这样用的话，其实就很单纯。好，所以不是只能整合在我们的 Canva。你整个在 Canva 是只有 Canva 可以用，所以我最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通常会用这种方式，因为这样的弹性比较大。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好，你看我来换一个服装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来这边，我来换一套服装。好，因为现在比较热了，我们换的清爽一点的，但是肚子不能再凸出来了。因为夏天到了，要瘦身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准备运动去了，来一个运动服。好，这样好了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你看呢、哦？我按储存，我这边存好的，各位，不只是你的衣柜，我们来看这里。有没有马上就变了？请问你要几个服装你才够你用？要几套才够用？我也不知道，好，你自己决定吧。这样了解 ？OK，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 Bitmoji 这样的一个云端的图库的服务。它跟我们一般图库最大的不同就是你有太多可以客制化了。